想追赶跑跳碰。都回到梅园深圳，一个老公被车撞，一个老公掉下海。很会演，你转很快，很快对吧？啊，你还睡，你还睡的哦，你很没良心哎！你还睡的？还没开始演呢、啊，你还睡的哦？走，你走，万一睡的，我老是要回你。哦，对，你一点都不想跟我跑，你怎么跑掉？跑掉那，丫头啊！嗯，对，真的丫头。你老公啊，连跑步都很帅。你赶快靠这里啊！我操！慢点，来！哦，来，我来啊！给你。好忍哦，原来叫打，好忍痛，我瘦很多好吗？我刚刚说要一只手指把你提起来哈，对、啊，他可以两只手抱他两个女儿这样，但可能一只手指头就把他勾起来，太夸张，我给你刮。我怎么好多七七八八的东西。我怎么卡快点？刚刚地上好多无尾尾哦，因为很像蟑螂，很像虫，很像。然后我看到一群蚂蚁，一堆。啊！哦！快点！我被徐烈虎丹。不是很痒，很痒。要防蚊，裤子还是要喷。那个可能是那种小小的，刚有那个黑蚊之类的。刚有一坨树，然后卡在我中间，然后要移不是不移，不是去啊？看我，我怎么停在这里的、啊？那个东西叫小草，我学名叫什么？我想，鬼针草啊，鬼针草，鬼针草，恰杂木，鬼针草，是恰杂木，不是小杂木。我想说，你一直说什么小杂木？杨幂，进去了。这么夸张啊！其实拍到现在就觉得，嗯，拖油瓶在这里。我刚一直加保，就下来。为什么？哎呦，后面要崩溃，我不想崩溃啊！他想把崩溃留给我。对，我宁愿当落海的那个。我反而。你干啥？反啊！中枪落海经验还算丰富，可竟然他今天找替身，好可惜。啊！风凉话很会讲。那你有想过要怎么 pose 下去吗？不要让脸，不要让机器看到脸的 pose 下去。可以啊，抓轮胎上来可以。抓轮胎，抓轮胎。哦，抓到。我在为你见血。我要为你崩溃！有平，最后跟这个亚平的死亡对望，其实是我觉得最难过的。其实今天你看一整天拍下来，他还跟亚平嘻嘻哈哈，他这几天真的是拍得很累，有点苦中作乐。但突然到那边啊，突然想，对。突然想到这是我跟他的最后对望，我就突然好悲哦、喔。这几个月的拍摄真的是很愉快，跟乐友合作真的很愉快，我们大家培养出一些革命情感。接下来文豪生死未卜，那到底怎么样呢？先希望文豪活着回来呢，大家给你们多多支持，最终成功的话。杨幂，你先走，慢点。
我来对付。你紧走，我去找你。走，你家己卡死你。你先生，我都不动，脚刚一拐掉。你先走，别讲话。不可能啊，我不可能，老李讲的假。放心吧，刚才那两个人啊，我怕受伤啊，我叫人给你约回来。你今天跟我这样，来，请我们。我不要紧，你紧走啦。来想啊不，没事，收一收。我本身也负担，进去啦，进。你别动。来，上台去。你不看了，真的，你先听别去，好。我一出阵了，出来了我等下叫你。我等你。好。你干啥呀？我在，没有好，好。这里啊。靠着准了，林文豪，亚斌，你若无想要让你太太吃豆豆吼，就赶紧把这个搞出来。你敢对太太安怎？我绝对袂放你耍。那个是我不敢、哦。快站住！见过许翔，你先放了。敢不敢坑落来？你先放了。你敢不敢坑落来？我就帮你抬走。抬掉，跟着。